哎呀，我拍什么？拍马屁呗。嗨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忙你的吧，大姐啊。哎呀，杨总。哎呦，陈总。哎呀，杨总啊，你看你到我们家来啊，我一回家，我们家有一股怪味儿。什么味儿？马屁味儿。没有闻到。哎呀，这杨总啊，我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咱俩是朋友，你跟我来这套干什么呀？我希望看到你实实在在的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。你从大门口走到大厅，从大厅走到电梯，你不要坐电梯，你走楼梯。你从一楼走向二楼，从二楼走向三楼，从三楼走到四楼，你走到我的办公室，你坐到我的办公桌前，咱俩实实在在面对面的谈谈这桩生意。你看看我能不能把生意让给你。我钱顺风是不怎么样，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拍马屁。没谁了。这是钱顺风的家吗？张总，你起来。哎呀，张总，哎呦，张总，您到我们家来那是蓬荜生辉呀、啊！哎呦，哎哎，杨总，这就是你梦寐以求想要见到的张总啊！哎呦，张，哎呀，哎，张，哎，干什么？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，张总，这可以。不是，你看见张总没有？看看张总这形象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种子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他这样啊！是，起来。哎呀，张总啊，到我家来，你不用亲自来呀、啊。哎呀，你派个人来就行啊！我知道你这个人做事向来是独来独往。哎呀，亲自干，您是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你给鸡和狗留口饭吃。打住吧，别说了。吃饭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了，警官啊！哎呀，情况你都了解了吧？路上他们都跟我说了，太好了。大叔呢？这儿呢，这咋警察还来了？就他，你快点吧，你大叔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您、哎、您坐坐坐坐坐坐，哎，大叔啊，哎，我听说你有个宝贝古董啊，啊是是，在哪儿呢？这儿啊，不是我卖他的啊啊，这是我，你歇会儿吧，你就这，有毛病吗？大叔啊，啊，你上当了，你看看。多亏这一家人呢把您留住了，您这钱要是给打过去那可就回不来了，你这钱就打水漂了。你看看你就是不信呢，谁拦着你都不行。就您这个啊，假的。假的呀？不能啊，一年多了我们联系的 啊他给我发货，我给他汇钱，最后他用那高价又回收去了吗？啊，高价还回收了？这能是假的吗？大叔啊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人家不让你尝着点甜头，你能上当受骗吗？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啊。对呀、啊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已经立案侦查了。实话告诉您吧，就您这东西啊，你有点心理准备啊。哎哎，也就值十块钱。嗨、哎，我就说嘛，你不信你还十块钱？十块钱？十块钱你要五万？这些骗子！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大叔，大叔，我跟你说，大叔，你千万别摔了它，这玩意儿你收藏着吧。警钟长鸣，回头再遇上这种事，你拿出来看看，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了。小伙子，哎，我这人是愿意贪点小便宜啊，这毛病我一定得改。你看，哎，老公，太对不起你了。你看这场戏演的，把你还演走了。没事，你就是再把我演走几回，能把他救回来，这戏演的就值。你看，咱街坊邻居住着啊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万春有点事我就老怼你啊，怼你啊，那对不起啊。你怼我倒不怕，你家那狗啊太吓人了。是啊，挺好的邻居，你说因为个狗，你说弄得咱俩都不好了。是，我回去我把它拴起来啊。哎呦，哎，住手，这又打起来了，快松开松开。哎哎哎，这个手可不能松开。对对对对、不能松，我们俩呀在互相报复呢。报复啊？报复呢？你知道报复最高境界是啥吗？就是宽容吗？哎呀，小姨夫，你太厉害了！你怎么让他俩和好的呀、啊？你先说说，为啥他俩打起来吧？这么回事儿、我今天去公园啊，看见大琴的狗在那儿，特别可爱，然后我就伸手想摸它。这时候大琴在那边一喊，那狗就冲我叫，要咬我，然后我就吓哭了。王小倩一看我要哭了，就说要替我报仇。完了，他俩就干起来了。你呀，香槟儿，实在对不起啊，我
我下次出来一定把狗拴上啊！以后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，我好好训他，我坚决不让他咬你啊！哎，不是，不光不咬你，但所有人都不咬。狗是人类的朋友嘛？哎，我呀，现在跟我这弟弟说好了，我让把狗好好训训。你看现在训的可好了，可厉害了，都有训狗员了。当然了呀，在哪儿呢？外弟弟啊，来了。给大伙表演一下，咱们大伙一块给他鼓鼓掌。好，走，这边好，我们大家记住了，报复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宽容。等会儿啊，不着急啊，来，坐下。别拘束啊！来，别拘束啊！那什么，你俩喝点啥呀？喝点啥行不行？铁观音，我找点铁观音啊！不是，哎，不是，您来，我们这儿不是茶馆啊，我们是哪儿啊？这是啊，我们是物业哦，物业。对，那个车是您的车吧？哦，挪车。对，那个地方是消防安全通道，那不能停车，咱必须得把车挪开。挪车真是太重要了啊啊！一旦发生火灾、消防车就是通过这个通道进入到我们的小区，结果发现有一辆车啊正在那儿挡着呢。你们两个作为物业有义务并且有权利保证我们小区的安全。对啊，所以说安全通道就是我们小区的安全之门，发生危险迅速报警，听从指挥，不练财务，迅速撤离，看清标识，熟悉路线，弄湿衣物，捂住口鼻，不乘电梯，贴墙前行，弯腰逃生，做你们自己的生命导演。祝大家观影愉快。关场灯。赵经理，咱今天看啥片儿啊？看《太极张三丰》哦。看什么片子？把他给我叫回来！哎呦我的天哪！把他打太极来，人呢？我跟你说，要了命了！回来！来，这位车主。哎呦我天哪！你太厉害了啊！在这忽悠的挺明白呀、啊，我以为放电影，我差点买爆米花去，你给我。